各位大細小台友大家好，現在是三點鐘下午，這個是25號九月，今天要講個大喜訊，真是大喜訊，不會罵王毅這一鋪，這鋪不會罵他，唉，都罵到累了，罵這班人。為什麼大喜訊呢？原本呢就很快呢，就之前跟大家說過啦，即是那些中國問題啊、俄烏戰爭啊，有人影響自己都要很快呢就要找地方閃身。今日睇新聞呢，就收到王毅喺聯合國大會嘅講話，只一樣啫，其他唔講啊，其他嗰啲大家自己上網慢慢search一search。九段線消失喺南海，點解話佢九段線消失呢？他在聯合國公開說的，這個南海的地區是附近所有的國家是擁有的，不只是中國的，沒有了之前我強調了，那就是沒有九段線了，就是南海地區所有國家是共同擁有的。咁因為好多個月之前咧，大家都聽過講過，我哋中國嘅問題咧，做四件事咧就富貴噶啦。第一就係將嗰個南海嗰啲建設平台交俾聯合國，當中國人送出嚟，嚟做嗰啲補給站。第二咧就中台咧就簽一張100年或者50年的兩岸和平的協議，因為他們不嬲冇簽噶嘛，個內戰啊，係停咗貨啫嘛，大家唔出聲啫嘛，但正正已經簽咗嘅。咁第三咧，就將嗰新疆啊、西藏啊嗰無厘頭嘅民族啊，撥一啲地方俾擺埋一邊，做個聯邦共和國，中華聯邦共和國。就像前蘇聯獨聯體咁，由佢哋嗰啲西藏、新疆人全部自己獨立嘅，你自己拜到飽，拜嚟拜去唔使理佢，每人俾10-20萬尺土地，俾夠20萬尺咧，闊佬啲係俾夠50萬尺，或者30萬平方公里乜都夠啦，佢哋人口係咪多？咁啊減少咗邊境啊衝突，聯合國又多幾張票。咁啊，國家又唔使每年俾幾千億佢，仲去照顧佢，照顧佢咧，你照都俾人砌山豬肉喎。佢哋中共政府真係動機係良好嘅，照顧佢哋，教佢哋點樣揾食，再教育咩成。咁啊，俾嗰啲咁嘅世界嗰啲左棍啊、古靈精怪啲政棍啊，哇，魚往你又遊。當然啦，一定肯定有啲幹部咧係古靈精怪，我話俾你聽。一個手法非常粗暴，等於你香港啫嘛，整個國安法咁，你都話違憲噶，都係好善良噶。啊，等你哋穩定啊，壓到一切啊，係咪？但你估唔到下邊啲人噶嘛，濫權啊，亂插唔拉啊，係嘛？新疆、西藏都係咁。咁啊，而家第四咧，我就話叫佢啊，將香港啲政治反下嗰啲人啊，豁免嗰啲。刑期少少啊，豁免啲啊，啊同埋豁免咗個唔好案底啊，而家四樣嘢嘅，我之前講，大家睇翻視頻啦。而家做咗第一樣最重要嘅係南海，呢個行出咗一個好大步。咁有智慧嘅人都要做呢個動作啦。就算真係你嘅九段線，真係你嘅，當真係你嘅，
阴差阳错去到人哋门口啊，我都扮唔系自己啊，我话俾你听，呢个叫良道，真系你嘅都要扮唔系自己嘅。我穷国家俾多空间啲佢攞多两条鱼啫嘛，你自己系泱泱大国啊，又世界第二大强国。咁你一帶一路都俾唔撚多錢人啦，冇人鼓掌啦，所以我就係真係九段線係你，你都肯退扮唔知俾人哋霸咗，呢、這個就真係良道。何況唔係你啊嘛，大佬，點解夾硬砌出嚟話你啊嘛？如果國際仲裁都輸埋俾人啊嘛，仲撐咩啫？撐條毛咩？打又唔夠人打，打贏都唔打啦，呢啲咁嘅仗。啲俄羅斯啲老襯到離曬譜啊嘛，好驚，打贏都唔打啊，就會心術唔正啊嘛，想霸咗人地方，拉埋靠你咪咬啲成條線。如果真係心術正，我就唔信你普京諗唔到。喂，既然間我知道你烏克蘭係歧視我啲俄羅斯人嘅，俄羅斯咁大面積，喂 call 翻你睇你哋翻嚟算數，收工一路永日。心術唔正啊嘛，普京心術唔正，咪發展到而家咁咪啊，底褲都俾人睇到啦，睇到你林嘉欣對襪又穿窿，底褲又穿窿，你嗰啲完全係咪搞笑啊？唔知點埋鼻啦，普京係咪？所以我哋之前講嘅視頻咧，因為我哋都有好多渠道咧，都訂咗翻國內啲好朋友嘅。但呢個真係要講事實，既然間你中國共產黨鄧小平交大落實事求是，你要講事實，你叫成個中國外交部嚟同我拗啊！我輸撚到甩褲啊！佢邊個夠拗啊？唔係點你啊，王毅，你而家你又叫你啊咁加，你之前唔講真話，唔解釋個形勢俾老細聽，而家要等到中央啲領導人咧燒到埋身啦，要轉彎啦，知道撲街啦。咁你又死啲地氣，走去聯合國講大堆嘢，咁都好過唔講。但係講得廢話太多，可以話俾你聽，邊使講咁多嘢啫？為政都不再多言，啲鬼佬都唔中意個衰樣見到你咁啊！講咩做咩？係嘛？你唔使同我拗啊！中國共產黨你班低 B 幹部，研究馬克思你唔夠研究得多啊！嗱，新馬克思主義啊，嚇！怎樣將馬克思改良啊？中國出的，但是搞極都衰的。他這個馬克思那套東西你搞極都不得的，你不用搞的了。那你共產黨這麼厲害的，搬龍門，你這個龍門不搬呢？搬走他用第二套啦，打完天下還攬著這套這樣強度邏輯去治天下，去面對國際，輸死你了。等於我哋因為嗰個世界咁多病，等於人體咁多病，嗱，俾我哋連蒙古嘅藥啊都研究噶，醫到病就係好藥噶啦嘛！我哋差得你咩國家咩主義咩思想咩？瞓醒未啊？習近平哥仔，你老母你啫，仲搞個乜差嘢？發緊中國夢啊？乜乜新思想新時代點新啊？個宇宙有新舊嘅咩？咪撚飲水啊！啲水垢係幾多都唔知幾多年前有嗰啲水，你又飲？啲空氣有冇改變啊？阿習近平，你話俾我聽啊！新認屎認屁，屌你兩個冇！人類竟然有新嘢過啊！越新就越衰啊！搞到僆仔冇腦啊！而家日日掛打手機、遊戲機，健康又唔好。寫啲字又唔好，啊！寫封信都未識。而家你叫嗰扎咁嘅大學生嚟啊！你擺個宴會啊，擺幾支毛筆喺度，叫簽個名咯，企喺曬喺度啊！新咩啊？新條毛啊！新舊嘅都未搞掂啊！搞新都多撚餘嘅，你共產黨，我資格屌你哋噶！你哋唔使，你哋唔使講嘢，你查一查我歷史啊！我鬧幾人多低 B 幹部啊！喺中央開會，
唔係講笑啊！鬧緊到你哋大領導啊，要走去中央人民電台啊，同我解話啊！話郭先生日日都鬧人嘅，咁啊梗要鬧啦！屌你，你未撚瞓醒嘛，以為好撚叻，揾撚到兩個臭錢，屌你咪走嚟扮大款！你咪揾到兩個臭錢喎、啊！你班唔家產偷黑拐騙喎、啊，攞咗國家嘅錢出嚟大飲大食喎、啊，窮奢極侈喎、啊！屌你乜养几有个小三喎，搞乜撚嘢？点解唔闹啊？绝对支持习近平主席严打啲贪污干部，呢啲我哋支持嘅。但打冇撚用噶嘛，嗰啲叻人嚟噶嘛，你唔肯健全个制度，咁咪送啲干部去送死咯，啱唔啱啊？我研究下事件来啊，点解后屘我？要他们的人抌撚出去咧，佢是撒旦的門徒嚟噶嘛？馬克思、周身債，屌你有冇鳩流流踎英國，靠個寡母婆養個冚家產？你學都學啲富貴人家嘅嘢啦，學叫咁嘅冚家產嘅馬克思嘅嘢，要走佬著草，何撚死唔撚滯嘅啲嘢都好學嘅。點解唔撚信耶穌啊？梗唔撚信啦，大佬！屌你上短頭，屌你再釘十字架喎，冇撚搞啦嘛！信都信過有福氣啲噶啦，佛祖唔係啊嘛，光禄喺度收工啊，大佬八十幾歲，有王子唔撚做啊嘛，你耶穌有咩啊？你老母鳩流流，搞到俾人釘個十字架，又俾門徒出賣，你俾門徒出賣啫，你冇功夫啦，俾猶大出賣啱啱先，有咩功夫啊？連俾個徒弟出賣都唔撚知嘅，咁我點會信耶穌啫？點我梗係信佛祖啦，大佬，啱嘛？孔子我更加唔肯信啦，朝鮮人嚟嘅，都唔係漢人，係嘛？周圍兜兜搭搭，屌你兩冇料又小撚氣，係嘛？信唔撚掂噶，係嘛？老子嗰啲又唔撚信噶，屌你媽虛無縹緲，係嘛？搞撚到自己都唔撚識，周圍又左偷右偷偷啲嘢搭撚埋一堆，冇自己嘢嚟噶嘛？佢哋嗰啲。易经嗰啲仲肯扑街，你孔子一攞易经，我知道佢扑街啦。嗰啲断捻股嘅，佢连嗰套易经就系周文王作出嚟害鸠个纣王失天下嘅，即系你文进狗策一捻样啊！点啲人迷信？点解做工嘅穷奢极侈，佢个国家咪亡捻咗咯？啱唔啱啊？嗰扶差咪自己亡國咯，所以點信啊？好啦，咁你馬克思點樣搞個無神論？點樣樣無啫？神係由人變噶嘛？連你身邊嗰啲水啊、嗰啲火柴啊、木頭啊，都係神嚟噶嘛？你冇撚咗佢嗰個生存咩？空氣都是神嚟噶，共產黨咁戇鳩鳩無神論，你唔肯唞氣啊，即死啊！你話係咪神？係咪嗰種咪神嘅力啊？你喺科學領域度研究唔到咧，就係神嘅力啊嘛！咁啊，你係唔肯切？屌你係咪學呢個咁嘅撒旦門徒嘅馬克思嚟鳩噏無神論？唔肯使敬天地，唔肯使敬神，屌你咪以為自己好撚叻，而家咪做乞衣咯？最近都好啲，早幾日你個四川省委書記，我唔知黃乜叉嘢輝，黃耀輝係嘛？走鄧小明個故鄉度故居度行下，佢唔知咪收緊到風啦，個政治氣候變啦，啊見到李克強走去拜祭紀念啊嗰個鄧小平嘅像去深圳，呢個吳家產收到風啊！佢你係習近平個親信嚟噶嘛？四川省委書記呢個木嘴啊，無撚端端走去鄧小平故居，你上任嗰陣時唔撚去，收撚到風啊走去，成班關投機分子嚟噶嘛？阿先生你就馬仔冇撚用噶，害撚死你噶！點你講生命共同體？今日王毅個撚樣仲要講啊？佢焗撚住啊，又唔知驚啲風吹翻轉頭啊，擦住鞋先啦。点生命共体啊？你多捻鱼嘅蛇虫鼠蚁都各就各位噶嘛？点啊共同体啊？喺个俗世
啊，死咗未共同體啊，大家撞嘅墓都唔同啦，那個級別啱嘛？你共產黨冇準資格講共同體噶嘛？生命點會平等嘅？共產黨嘅世界階級分明，住嘅屋、食嘅嘢、享受嘅特供，個撚個都唔撚同嘅。共同體同你老母咩？黃毅黑衣，你收工啦嚇！好，但都係講大喜訊嘅，大家啊知道而家共產黨咧識轉身啦，即係知衰啦嚇，唔撚敢下知下災啦，咁都係好啊，啱唔啱先？啊，係咁先。